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它中间，这应该整个整栋建筑中间下去抓镂空，非常的漂亮。晚上点灯之后，这个楼层中间都种满了植物，很工业风的感觉。欢迎收看娘娘 TV， 我是牛爸。今天是我一个人的出差旅行，今天不会有牛牛，也不会有牛妈。今天我要去台中找一个我以前室内设计的朋友讨论一些事情，那我顺便去介绍他的公司给大家，因为他的设计其实真的很棒。那去台中之后，因为我想说都已经下去台中，我就顺便住一晚，顺便介绍一下这间旅店，因为它的公共设施的部分呢，我觉得一直都是一个很漂亮。我们现在先出发 ，Go。好啦，我已经到我朋友的室内设计公司，那我们先进去找他，我跟他聊一下事情，等等去 check in 房间 ，Go Go Go。其实我跟露露也认识了七八年，快十年了。对，从他是一开始还是一个助理，到现在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。那如果说你们在台中或台北有需要任何室内设计的部分的话，也可以找露露。我到时候把他们公司的官网的连结放在底下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作品，非常的美，真的。那我再先聊工作的事情哦，记得追踪一下天成设计。好 ，Go Go。嗨，我们出来啦！刚刚跟朋友聊了太久，他带我去台中一间臭豆腐，一个小小的店，但是他的臭豆腐超好吃。那我现在要赶快去我的饭店 check in， 以免人家下班，所以我要先过去饭店哦。我进来房间啊，但是这房间第一个让我进来看的感觉是，跟照片里面比起来有点小，落差有点大。我可以给大家看，你看，这样没了，一个床的宽度就没了，跟我看到的照片落差蛮大的。那我记得我订的房间是有浴缸，但是进来看浴室里面是没有浴缸。我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我的订单，我再跟他确认。他进来就是有一个这种镜子柜子，那这柜子是活动式的，所以会有点晃。那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，看一下冰箱里面有没有东西，冰箱会卡住，里面没有东西。好，基本上这里面也是没东西。一个很小的书桌，比例上真的有点小。那床这边的话，这里到这里就没了。那它的装潢就是属于工业风，它看起来就是比较旧大楼一些拆除之后留下来的空间。然后这一间就是洗手间，然后它就是只有一个马桶，小小的洗手台，淋浴间、消毒间没了，但是它没有备品。好就在我自己有带牙刷那些，我刚刚在桌子上那边找到了，它有备品，牙刷套装一个盒子，然后这是浴帽、棉花棒。它这地方就在台中公园旁边，外面的话它有一个双人椅子可以坐。我觉得它比较厉害的是他们饭店中间的公共空间，我去带大家去外面看一下晚上的景色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它中间，这应该整个整栋建筑中间下去抓镂空，非常的漂亮。晚上点灯之后，这个楼层中间都种满了植物，很工业风的感觉。
好了，带大家看了外面的它的公共空间，里面我看起来它装修就是很工业风，很简单阳春一点。我订的房价是3199含早餐，它的房型有分双人、两个单人，或者是有含早餐、没含早餐这些。而且这个已经算是它比较好的房型哦。如果以单纯住宿一晚，我觉得是可以，但是你如果要求住宿很豪华的话，可能没有。但是我觉得它的公共空间用得蛮漂亮的。先去洗澡，休息一下，今天太累了。然后他们刚刚疫情期间，他们就早餐是装这种袋子送过来。其实他早餐做的蛮精致的，你看，他两个不同口味的汉堡，一个 bagel 的，然后一个是用比较长方形的包，然后还有就是薯条，大家看到吗？然后红茶，还有一个小的水果跟优酪乳。这里有点早，我们进去讲给大家听听。我刚刚有吃了一口他的早餐啊，其实他的早餐啊还蛮好吃的，你看他蛋黄是这种。还在半熟蛋还在流，而且它面包表皮烤得相当酥脆，好吃。我觉得这个早餐是有到达水准的，而且他们是蛮贴心，就是早餐是用这种保温袋帮你送上来。那以我自己住的这一晚之后，我来分享几个重点给大家听。它的优点就是房间这些都是弄得打扫得很干净。虽然它看起来有点像废墟风的感觉，因为它是属于用一个老旧建筑物去改装的一个商务旅馆，所以它保留这些建筑物的原始的结构，然后再做一些轻装修，是一些比较粗犷感觉的。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工业风啊、废墟风的感觉，我觉得可以来体验。那浴室的话，我觉得它打扫还相当干净。缺点的话，它隔音没有到很好，我窗户已经关起来，我还是可以听得到一些车声。因为它这边是属于商业区，所以晚上的话会比较吵杂。像昨天隔壁可能他们在讲话或者是看电视，在嬉笑的声音，我就这边我也可以听得到。它的隔音这一块是比较要改善的地方，也许这就是废弃风的感觉吧。睡眠品质很要求的人的话，自己可能就要考虑一下，也许不一定会适合你。周围有 KTV 啊，或者是传统那种老式卡拉 OK， 也有一些酒吧，所以相对的话，晚上如果要出门的话，你会觉得周围环境会相对复杂。好啦，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7点见啦，拜拜。